哎，是个裤子行吗？谁的？你的。我的。嗯。看我老婆又给我淘换衣服回来了。汤米巴哈马的。对呀。呵。汤米巴哈马的。所以让你试试。这是哪淘的？就 TJ Max。是。嗯，我是想给你淘裤淘的那个帽衫去的。哎，我一看，还有这个。你看那谁九零男孩带着我，看汤米巴哈马的，看看这衣服吗？汤米巴哈马的，我告诉你，他说他算是轻奢品牌，奢侈品品牌。你看这裤子原价多少钱？看见吗？哎，跟男孩说那个。Tommy 的看见小格衬衫，嗯，有 S 号的，是吗？嗯，原价$138呢，也就是说原价这条裤子$1380，1380人民币。再看现在多少钱？再看现在才30块钱，现在才30块钱，这就是折扣店。折扣店淘的货就差那么多，现在才30块钱，原价138，便宜了108块钱，便宜了108块钱。差多少？差多少？嗯，我不是成精的，在我脚底犯金粉扑呢。所以说这东西，哎，这叫啥？所以说买东西，要不我怎么说干代购？我给你找都是这个，我买的东西都是差价就差这么多的。我为什么买东西？为什么要买要给大家伙做代购？就是这个概念。我不是向谁推荐某个什么什么什么成批的给大家伙批衣服，不是，我买衣服就是谁赶上合适谁要，谁赶上合适谁要。你的意思我买不起贵的呗，是吗？谁呀？谁这么说话？这是燕明阿姨，不是，燕明阿姨，你要那么想那就错了，你要那么想就错了。不是说买贵的，咱挣钱都不容易，挣钱不容易，然后钱谁都愿意花个性价比，谁也不愿意让人当傻子那么赚，但是能淘着便宜就淘便宜。能买两件干嘛买一件？对，能买两件干嘛买一件？能买三件干嘛买一件？那个人说买小葱便宜，嗨，他跟你逗着玩的，哪有往家里寄葱的呀？你就是买葱，我也不能给您寄呀。那，哎呀，逗着玩的，您俩连玩笑话都不知道，那哪有买葱的？那哪有从国外买菜的？他刚才就说看见我拿小葱1毛钱一把，他说哟那么便宜。喂孩子们吗？啊，没问。大齐说别喂了，那肚子太大了，一个个。那贵，他不叫唤了。大齐说那肚子这吃的太肥了。别再喂他们了。今晚不给吃，饿了。哎，你咬我小老八，揍你！哎，小老四，小老八，你看，啊，那我一裤子都湿，还行，还能穿进去。我找四零，找半天没找着三八的，我说行，你要试试能穿就。三八完了，我现在还套了秋裤呢。对呀，就是呀，好看吧？可以。哎，给你们瞅瞅，来，你看我这肚子，你看看。把那灯开开，
你看，这回你看见，这回够骚气吧？哎，我里边还套着小薄秋裤呢。那还有那个 Polo 的那个 V 的 T 恤。够骚吗？啊 ？Polo 的 V 背心儿。Polo 的背心儿。嗯，也是那个蓝色的。这个蓝的，嗯，这不就是那个吗？对。哎呦我天！二十刀，这肚子最少能剩两个。媳妇儿会买裤子，这肚子最少剩两个。媳妇儿买的好，彩票的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 ，Polo 的，你们看看才多少钱？红色的啊，20刀，200块钱，机芯两。